老妈要开始打酱缸了，这是下酱的第三天。今天第四天了。第四天了，我记错了。前两天打酱缸的时候，还得用手把里边的豆给捏碎了，有的那豆瓣太大了。今天还捏吗？捏了，没有多少了。那第四天这酱颜色就发生点变化了，就每次就这样打，然后把上面那个沫给它撇出去。只要天好就得打酱缸，然后雨天的时候就用这个盖儿给它盖上，不能进雨水，要不然酱就坏了，不能吃了。温度上来就好了，天都热，温度上来它就愿意发了。还是冷啊，这两天，看我们还穿长袖长裤呢。但是没有多少疙瘩了，打几天就好了。还能下去了，哎，掉点了，一会儿别再忘了盖了，灌进雨水就完了。老爸今天开始砌大门锁子了，这两边前两天不就砌到那儿吗，现在还得给它加高一下。这个墙砌多高啊，爸？砌到什么也得砌到1.78米吧，1.8米。嗯，今天吃火锅，然后跟老妈在外边把这菜摘了，先洗菜，一会儿再切肉。把这贡菜泡一半，放涮火锅好吃。再整点糯米笋。能，一会儿再整点糯米笋。老爸那墙都砌完了，就砌这么高，过两天再给他抹灰。不是你这你买这玩意儿咋的呀？瘦的，你瓜不怎么胖。人家地瓜就长这样，上哪给你整胖的去？地瓜还分胖瘦，我头回听说。俺家吃火锅就离不开地瓜，我和我妈都爱吃这玩意儿，面的糊的。这大地瓜多好啊，切成片不正好？你太胖了，你还得给它劈开。这不顺畅吗？来吧。对，就这样切就行。这个是我上午买的牛肉和羊肉，然后给它冻了一下，好切，切薄片。冻啥呀？冻。不对。冻实吗？这么不顺畅。他在这找茬呢，你姑娘在这边。桌子都放完了，就等着切完土豆地瓜，这贡菜也拦了两刀，要不然太长了，还有糯米笋。小哥都不来呢？没来。找小哥吃饭了吗，儿子？那他们开饭了。都开饭了。嗯。搁这碗里吗？马上吃饭，材料没做好，他说，咱们材料没做好。先把这个锅烧上水，马上就开饭。吃啥的？吃辣的还是清汤？清汤，清汤。清汤，我爸说吃清汤，我听他的。这个是买的现成的火锅底料，再倒里边就行。然后一会儿再放里边点那个葱姜。清太空喝的，喝清喝。在这儿也吃点啊，洗手去，再吃点儿。你洗完手就不吱声儿，你戴老爷帽子干嘛？要么这样长得像姜太公。像姜太公。这帽子是你姥爷给你爸买的。那是我的。这肉比我切的老厚了。完了，给你儿子下鱼丸。这肉好像都是。老是这。嗯。就裤子多煮一会儿。有薄的有厚的，啥样都有。你要是愿意吃这紫的一碗，你下点少捞。那吃啥呀？你妈给你加的呢啊？这馅儿好像那啥，好像这鱼丸熟了，吃吧。啊，好像熟了是吧？你戳着吃吃饭。不要，我要紫薯一碗。你要紫的啊？哎，完了。
小家伙，今天小家伙捞出来，好吃一点，看不着，没听过，但是小长腿，烫那个肉烫，我告诉你，他娘的，贡菜和糯米笋，这个就是特别脆。你吃一下的。什么？就来一口，我觉得特别好吃。我最爱的大宽粉，还有那个地瓜。你还要豆腐呢？来，不要，咱们还有水。吃啊。咱们煮了吧，你看。没水。宽粉熟了。熟了，宽粉熟了。我要水。哎，不过布鲁斯不咸呢。对，那麻酱里边没放盐。什么呀？不咸。对，布鲁斯。